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王一博街头风黑白旗革裤，酷葛发型街头嘻哈风，能否燃爆这就是街舞四？刚立秋，又将燃爆世下的这就是街舞第四季将在8月14日开播。前三季的街舞大秀没有看够的，第四季继续为观众们带来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这次队长阵容由韩庚、刘宪华、张艺兴、王一博组成，还有国际上的街舞大神进驻，必是一场绝对的视觉盛宴。近日正在录制中的这就是街舞第四季造型公开，作为队长的酷爆王一博以一身潮酷街头风穿搭引发了粉丝们的关注。王一博身穿宽松针织衫搭配黑白旗革裤，再以同色细格纹腰带与绿色项链作为装饰点缀，这个造型凸显了就一个字酷。跟上一季这就是街舞相比，这一次王一博的造型变化比较大，看得出来王一博的颜值和身材能够 hold 住各种造型风格百变。王一博的酷葛形象很好地呈现出街道特色的嘻哈元素，加上他舞蹈时每个身体部位跟力量的把控，极具舞蹈感染力。未播先火，王一博已经深入爱豆们的心里，这个男孩子跳舞太吸引人的眼球了。希望在这个酷暑的八月，王一博以及参赛的街舞爱好者能够在这档综艺中给我们带来精彩演出。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